快姐姐，你们赶紧放下手机来抢我手里这个密封保鲜盒。之前10多块钱，老板可就只给2个，幸好你没有拍。后来做了一批活动呢，再给咱送上2个，这不到手4个了吗？是不是？幸好你们又等了等。我跟你说，今天老板说了啊，你们点开左下角我这个专属链接，不是给你2个，不是给你4个，是给咱到手整整6个，还包邮。哎呦我去，这个价格到手6个，姐姐大羊毛啊！刷到这个视频的赶紧抢上一单，不然活动结束之后啊，可就真的不是这个价了。而且你也不要觉得它便宜，质量都可好了啊，它整个采用的是加厚 PP 材质的，你听听人家这个声音，哎呦我去，嘎嘎的结实，老厚实了。而且它这个你看啊，耐高温的话呢达到120度，耐低温的话达到-20度，所以说你给它微波炉加热呀，冰箱冷藏，洗碗机清洁都是没有问题的。这玩意儿用处可太广泛了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泡个泡面行不行？装个剩菜剩饭行不行？当个饭盒便当盒的，咱们带个饭上班上学的行不行？还有呢，你腌个麻辣小海鲜，腌个什么泡菜黄瓜之类的，你给它放到冰箱里边行不行？密封效果好，它还不串味儿。你就平时一些水果蔬菜洗完了，你给它装冰箱里也行，就收纳起来特别整齐，不占空间，下次直接拿多方便，是不是？而且它用的是这种4面卡扣的啊，密封效果就非常非常好。你瞅瞅多实用，家家户户都能用得上，姐姐关键就今天这个价格10来块钱，到手给咱整整6个，还包邮，想啥呢？赶紧点开链接看看还有没有，有的话速度抢上一单。